真没想到，你个小东西这么会伺候人，真是有意思。上回，谁能给我解释解释，这个家伙怎么出现在这里了？导演，您别生气嘛，我这不是也有一场床戏吗？让我观摩观摩，然后再学习学习。跑龙套的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哎，导演，你可以说我是跑龙套的，但可不可以不要加个死字在前面？我们跑龙套的也是有尊严。给放手啊！放手啊！重新开始。第六集第六场，夜未央客房第二次，开始。上回你答应我要试试新花样，怎么？又怎么啦？哎呦，你跑出来干什么？今天没有你的戏呀、啊！我爹说了，让我学着点，以后娶小媳妇用得着。熊孩子，随便去，想学让你俩爹教你。我不走，我要告诉我爹，你欺负我。哼，你爹算个屁，在剧组导演才是爹。我说导演，这戏还能不能拍了？我可没时间陪他们胡闹。哦呦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啊！啊，各部门准备，开始。第六集第六场，夜未央客房第三次，开始。上回你答应我要试试新花样，怎么这么快就累了？导演你好啊！哦呦，你来干什么？老夫是奔着床戏来的。切，就你这身子骨还想演激情戏？哎，君子之道，五日一遇，老祖宗还说阴阳调和才能延年益寿。走开走开，在这里我就是祖宗。剧组打人啦，打人啦。搞创作怎么这么难？走入幻梦的深渊，光褪去的黑色。